胡芦要吃掉那个狗狗。然后呢？狗狗怎么办？狗狗死了。狗狗被恐龙吃了。小屋，我们出门玩好不好？好久没有带你们出门玩了，今天要去找以诺小哥哥。那个小哥哥超级可爱，他超级喜欢狗。你们先去帮妹妹探探路，好吧？哎呀，好呀，帮妹妹看看路。小屋，笑一个。Hello。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哎呦，小猫咪也出来了，它会怕吧？你们好，你好，已经不行了，不得了，狂死了！乖乖，没关系，还可以摸，可以摸。小屋就特别激动。你们好，小屋，小屋，是哈皮，这是哈皮，哈皮，小的。好，得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让他们，可以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他俩好开心啊！哎呀，这新朋友，这谁啊？他不知道。看你看小乌的样子。乌弟，哎，没想到他还能动，是不是？吓死了。他们对新事物很好奇。文屁礼仪。一动不动是王八的吗？啊，人家乌龟也会动的，好不好？正常的啊。它多大了？3岁。怎么还要长大？我以前养过小乌龟，很小的。那是寿命呢？20多了吗？100多吧。100多。就如果养得好的话，最少也要80。天哪！他们都等我们都没了，然后就交给他。哇！那它平时需要水吗？在水里生活，不是陆龟吧？陆地，就在陆地上。它怕水吗？那每天要给它洒水，因为太晒了，太热了。他吃草啊，吃草，然后吃我给他菜。阿 K 出来，还有个接，你可以扔给他，先给他，要叫他的名字。哇，很棒，很棒！你也是 good boy， 你也是 good boy， 你真的也好棒，你真的棒，他接的棒，很好，很好，配合的很好。你觉得照的怎么样？再给你照几张，帅不帅？给面子啊、哦！我是不是没骗你？我跟你说，狗狗要来，他问我狗狗在住吗？没有，我说狗狗到我们家来，他说哎，不可以乱说。阿 K 总是精准的找到唯一一片阴凉的地方，轻轻的、哦。整个这块地方最好的一块阴影就被你找到了。阿 K 说我是阴影大师，你的新朋友来喽。可以慢慢的走，你看一下阿姨这样丢东西给他吃。阿 K， 阿 K。狗狗是不是很可爱？哈基，乌迪，哈基哈基，谁是哈基？你分清楚了吗？在这里。哦 ，red 和 orange 的吗？对，他们都是 orange。不是，它是 red。小乌吃鲤鱼，宠物吃货。你了解了吗？了解了吗？第一次看到。真的还要冲人家？他想让乌龟跟他玩，狗就显示是邀请对方跟他玩。沉迷吃播无法自拔。打到三次你就死了，是不是？走，你要走啊！当当当当。没有，我就笑死了，好可爱、啊。你是脏逼啦！你是脏逼啊！你是脏逼啦！你刚刚你当脏逼，你要轻轻的哦。那你是谁啊？好，来来，轻轻的哦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对，我是脏逼了，你又是吐了，你输了，什么？你在说你怎么输了？好，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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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小吴在偷球，被他吓到了。我小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我女儿的玩具，对，然后偷完他就会赶快跑。哎呀，是你了！看看看看看看看，惹得在那就是。哎，慢，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嗯，小心一点，嗯。小吴，这不是你的球，哎，哎呀，你咬破了。没事，没关系，对不起啊。这能再充气吗？还是就没有了？没事。小吴，你怎么犯罪犯到我们家之外了？塞，你出去转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今天不到30度还好。好，他俩在外面晒一会儿，一会儿就会过来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们不太喜欢当兵了。嗯。12点，我们准备走。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狗狗走？哎，那阿姨再给你两颗小饼干，你给一个狗狗一个小饼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一个狗一颗，好吧。你让他给你嗨拜。好，给你嗨拜。好。好好好，那你先给小吴。好，再给你一颗，你可以给 Hacky， 再给 Hacky。Hacky。都跑了。Hacky 难得见到这种不用表演就能吃的，赶紧拿了走。哇，好幸福。对呀。你喜不喜欢他？嗯嗯。你想不想他常常来玩？要喝大。你是不是还可以走了？你有一点点难过啊？不想他们走，不想。专门养殖的人，有点伤心。现在妹妹在家里，然后她想她的爸爸妈妈，你可不可以理解？可以理解哈。嗯，好。好乖哦。对。弟弟好可爱。哥哥啊，还可以。狗狗。玩了一上午，哎，他很累了。那你好好跟他说拜拜，去跟小吴也说一下，你说屋顶。他捧人了。拜拜。叔阿姨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来，好吧？好，你送哈基出去，好不好？放在脚里面。哎，放在手上。对，手上你教他一下。教他，哈基康。不要再惦记着偷东西了，好吧？交好朋友了吗？我跟乌龟是好朋友，他跟乌龟真的处得挺好的，你在那看着吃。Hacky 就变成团宠了。啊，弟弟也好喜欢，弟弟也喜欢。我们家妹妹也是最喜欢 Hacky 了。弟弟，今天是不是很幸福呀？我们也可以养。我们养一个大陆龟啊，以后。乌龟挺好，这辈子都是他不会离开我。可以。我也不用管。下次还带你去找你跟我玩，好吧？还有乌龟，小吴下次可以带你去看乌龟吃播。